吹奏的是楚国情歌，乡间民谣罢了。听曲调，这本该是男女欢爱之曲，芈月吹奏得如此伤感，想必是在悼念心上人。芈月，君前失仪，望大王恕罪。今晚你就睡在这儿。入冬了，再给自己拿床被子，省得着凉。寡人累了，睡吧。什么了不起的？乌鸦飞上梧桐树，还能变凤凰？只要能飞上梧桐树，是不是凤凰不重要。哼！怎么又是肉糜面汤啊？我昨日不是说了，秦国之地的麦子过于粗粒，尽是麦麸。我想吃楚国的大米。都怪婢子记性坏，忘了王后的叮嘱，奴婢这就去让膳房重做。算了，就这样吧，这几日胃口有些过于古怪，时好时坏的，想来王二知道了母后禁足在此多日，心烦意乱吧。不要。戴瑁姑姑，啊，汤勺。哦，你们几个今日怎么了？个个像丢了魂似的。珍珠，说，说。方才有人看到
看到。看到什么？看到芈月乘着大王的辇轿从成名殿回来。大王的辇轿？是。妹妹即使去了成名殿，怎会坐大王的辇轿回来？你们出去吧。是。禀报王后，大王昨夜临幸了芈月。你说什么？大王昨夜临幸了芈月。可芈月与我有约，只协助我主持后宫事务，绝不侍寝。他若是真心想侍奉大王，我早就可以给他安排了呀。都怪奴婢愚钝。前日芈月曾因弟弟魏冉犯了宫规而被魏夫人要挟，求告王后出面搭救。奴婢怕魏夫人借此事滋生事端，算计王后肚子里的孩子，就没让芈月见你。不料她转身竟然干出这种事来。这就是姑姑的不对了。芈月有难，姑姑怎可趁人之危故意作对？不是奴婢要与她作对，只是她的性情跟手段实在让奴婢替王后担忧啊。此话荒唐。王后想想，自打进宫，芈月表面上事事依附于王后，实际上她事事抢了王后的风头。芈月绝非是甘于久居他人之下的女子，一旦有机会上位，她定会成为王后的劲敌。因此奴婢本想借水推舟把芈月赶出秦宫，没曾想这一推竟将她推到大王的睡榻上去了。姑姑不必自责了，事已至此，说什么都晚了。看来这是命中注定的。这些东西是大王让我们送过来的。大王说芈月平日衣着过于简朴，让芈月拿来装扮点饰的。谢大王恩赐。行了，这宫里头还有别的事，我就不在你们这儿讨茶喝了，你们忙你们的，小的告退了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太漂亮了。是啊，看，真好看。女人刚回来，大王赐的东西就跟过来了，可见大王对你的确用心。这金钗上的珍珠这么大，多好看呀！哎，你看这个玉镯，哎，还有这个耳环。你们先把东西拿下去吧。是是。我看你回来就一直心事重重的。奎姑别说了，无论你做什么都是万不得已，是为了小冉和王后。姑姑，我要是告诉你我们什么都没做。没做什么？没做你想的那些。我知道眼下整个后宫都在说长道短，我坐着辇轿回来的时候更是想，这比挂着一面帅旗还要招摇。但我要是告诉你我在大王的房中待了一夜，大王并没有临幸我，你信吗？是啊，没有人会相信。那是为什么？
大王的心思很难猜到。但眼下，我最担心的是王后。我怕姐姐会不会因此而多心。没想到把他逼狠了，竟然想出这样的招数。这下好了，大王为了给他出气，把永相令也给换了。哼，又做撵轿又是赏东西的。姐姐，没想到我们费了那么多周折，竟然为芈月做了嫁衣，真是气死我了。过去呀，我们姐妹还真是小看了她，以后对这个丫头切不可掉以轻心，免得再被她钻了空子。亏得王后还被禁足，就算芈月想对我们如何，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怕就怕她有一日羽翼丰满，既有王后的庇护，又有大王的恩宠，到那个时候，她就会成为我们最棘手的强敌了。姐姐，那芈月得了势，她会不会又重提那符节的事儿啊？那铜符节被公孙衍拿走之后，我曾派人催要过数次，却无结果。这可是悬在咱们头上的一把刀啊！看来一定要想办法尽早把这符节讨要回来。嗯。昨日我已向大王禀报，君不密失国，臣不密失身，我既为王后之陪嫁应女，侍寝后应当去见见王后。大王已经允许，帮我梳妆吧。今日是侍寝后第一次觐见王后，像这些凤钗啊、玉镯啊，还有玉佩，应该多带几只，也能显出大王对你的厚爱。这些东西一概不要，除了发饰必须按照规矩，其他的仍是平常装束就好。王后有何不是？王儿在踢我。别看小公子在王后肚子里人不大，脾气还不小呢。当年威后怀王后的时候，王后在威后肚子里可乖巧了。威后命人把宫里头摆满了鲜花跟果子，还把寝宫里所有硬的地方都用芦絮给包起来。王后出生后不仅漂亮，性子也柔顺。眼下谁来给我摆鲜花水果，谁又来包起这宫里的芦絮？难怪王儿心里郁闷。王后放宽心，我把给小公子做的衣裳先收起来。王后，芈月来了，他定是得了大王的许可，特意来看我的。王后，这种人应该立马轰他出去，该给他些颜色看看了。就算我心里怪他，也当忍一忍。王后这是何苦啊？毕竟他是我的应妾，如今在这宫里，我们最大的冤家对头是魏夫人。大王心宠芈月，只有他能够跟魏夫人抗衡。难道你要我把他推到魏夫人那儿去吗？宣他进来。是。姐姐。大胆芈月，你既侍寝受大王宠爱，就该按规矩给王后行大礼才是。不必了，她如今身份不同以往，用不着对我行这么大的礼。姐姐话里话外这是在怪我。我哪能怪得你，在宫中能够乘坐大王辇轿的你是第一人，你若在我面前多礼，岂不是折煞我？姐姐不仅怪我，而且意气用事。姐姐能否听妹妹辩解两句？那日
魏夫人把小冉抓走，要施宫刑，妹妹四处告救无门，只好拿着孟莹的令符去找大王。姐姐知道妹妹一无所有，我只是想用自己的命去换小冉的命罢了。更何况我虽主动侍寝，但大王知道了我的苦楚，与我只是同卧而眠，并非同榻。你说什么？你与大王并非同榻共枕？是。戴瑁姑姑，你好大胆！玉儿是我妹妹，她受了这等委屈，你竟然隐瞒于我，害得她不得不违心去找大王求情，你是何居心？王后自己也有难处。你少狡辩，我与月儿同气连枝，他们害月儿就是在害我，这事还不都怪你。姐姐，那日我也不想牵连姐姐的。好了，妹妹，你过来。祸兮福兮，其实当我得知大王临幸你，姐姐心里还是替你欢喜的。早先你总说你要走，姐姐唯恐哪一日我们姐妹就真的分开了。现在可好了，你可以安安心心地留在宫中，我们姐妹从此长相厮守，互相帮衬。珍珠，去把我那套紫玉镂金的首饰给我拿来。那套首饰最为贵重，王后平时也不常用，奴婢一时想不起放在哪儿了。就在我床头，放珠宝首饰的匣子第二层，快去吧。是。姐姐就要临产了，心境需开朗些，切不要为难了自己和腹中的孩儿。我明白，我若是为难自己，反而中了那些人的心思。好在女医治和太医常来给我调理把脉，天天药膳吃着，这身子还算无妨。大王近日政务繁忙，但大王昨日还提到了姐姐腹中的嫡子，想来大王心中是挂念姐姐的。姐姐想起那日的事，肠子都悔青了，还望妹妹在大王面前替姐姐言语几句。那是当然，多谢妹妹。拿过来。无论怎么说，妹妹也算是侍寝了，我理当送你一套妆奁给你贺喜。这套首饰是姐姐最心爱的，你收好，就当姐姐的一点心意。这只怕不妥，这套首饰太过珍贵，妹妹承受不起。再妥当不过了，只要妹妹与姐姐一条心，姐姐愿意倾其所有。多心了，王后本是心地纯良之人，我已将实情一一相告，该是没事了。话是这么说，可从小到大她都在高处，你在低处，她早已习惯了俯视咱们，怎能甘心养成鼻息？你今日衣着故意这般收敛，我就知道你有意回避，真希望王后能明白你的苦心。姐姐临盆在即，能让姐姐真正开心的是解除对她的禁足令，我猜测大王对姐姐的怨怒也已经消了大半，只是需要个合适的机会让她重新看重姐姐。王后喝口水吧，让芈月搅和了半日，身子肯定乏了。
眼下也就只有芈月能帮着我了。盼着大王对他能有几日新鲜劲儿。大王并未临幸他。是啊，这说明芈月并未入大王的眼。姑姑没有明白，我虽怀着大王的孩儿，但大王对芈月却是更用心。大王知道芈月的心思，竟没有勉强她。女人能让男人珍惜到这一步，那男人还不被那女人攥在手里。大监，大王有诏，大王召芈月成明殿见驾。请容我梳妆。好。将大王赐予我的首饰捡两只好的戴上。那衣裳呢？就要那件鹅黄色的吧。姑姑你说呢？好，不过于艳丽，也不落于平俗。大王，芈月到了。拜见大王。到寡人身边来。是。护目一笑，蛾眉漫之，容则秀雅，质出言之。寡人正在读屈子的《楚辞·大招》，果然写得很好。大王喜欢？屈子真是神来之笔，写楚国美人栩栩如生。楚国美人并非仅仅朱唇皓齿，而且彼得好闲，习以多之。有道理，花容月貌抵不上兰心蕙质。过去只知道屈子恨寡人入骨，巴不得烹而食之，但寡人读过他的笔墨，发现的确是个人才。既然不得楚王重用，不如来我秦国大展宏图。大王读过橘颂了吗？受命不迁，生难国兮，深谷难徙，更衣窒息。心知如此，很难勉强，当真可惜。楚国人才虽不能由大王驱使，但楚国的学识却是可以拿来用的。楚国宫中藏书众多，王后出嫁时，楚王曾赏赐王后500卷书简作为陪嫁。王后的嫁妆虽然在五官被劫持，但义渠人只掠走了一些金银珠宝，而最珍贵的500卷书简，还有全套青铜乐器，全都完好无损。只因秦楚两国文字不同，秦宫中像大王这样通晓多国文字的人不多，所以这套嫁妆自入宫以后就一直没有动用过。这些寡人都知道，可是整理书籍事务费时费力。王后请求大王准许芈月带着懂得秦楚两国文字的人来整理书卷，重训越人，让楚国的学识在秦国不至于明珠蒙尘。这果真是王后的想法？确凿无疑。王后虽然身怀六甲，困于交房殿，但她仍心系大王，愿为大王分忧解难。难得王后一片苦心。只不过前一阵子对待张子一事，他未免糊涂，乱了名分规矩，寡人不得不罚他。不知大王是否知晓，芈月曾在会院中过从楚国带来的杜若，
一大把种子撒下去，能存活的仅寥寥几株。可见草木都恋旧土，人怎会对母国抛之脑后？何况远离母国艰难重重，哪有不惦念的道理？王后为人宅心忠厚，自来到秦国，事事以大王和秦国为重，但根未扎牢，有时难免心系旧土，关心则乱。但等到来年，那杜若根扎牢了，秦国是他的基业，大王是他的靠山，他对旧土之念也就会渐渐淡了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此话有理。寡人对王后也许是过于苛责了。明日下朝，寡人去交房殿看看她。天气越来越冷，寡人刚好让人做了几件上好的貂毛皮衣给王后护身子。多谢大王。王后，可喜欢这两件新衣吗？大王给的，什么都是好的。还有两件白狐的，寡人让他们做好，也都给你送过来。臣妾身子笨重，只怕这衣裳一时还穿不上呢。不忙，等你产下王儿，一件一件慢慢穿。寡人要自己的王后，眼观后宫。臣妾谢过大王。好。婉儿，不要再提我了。你父王过来看过你了。妹妹来了，姐姐。前几日葵姑做了姜蜜，妹妹尝了觉得好，所以今日特意给姐姐送来。太好了。今晚大王要来交房殿用膳，我还特意跟珍珠说，让他把秋日里我在园子里采摘腌制的桂花拿出来，给大王做桂花莲子粥。有了你的姜蜜，怕是要把我的桂花莲子粥给比下去了。姐姐何不今日给大王做莲子粥，明日再让大王尝姜蜜，引得大王日日惦记交房殿，由不得他不来。哪能等到明日啊？好久没有吃过楚国的姜蜜，都馋死姐姐了。你还记得吗？母后也喜欢姜蜜的，特别是秋日的菊花姜蜜，总是让膳房做很多，分给各宫的公子公主们。王后何必提及此事啊？她是不会记得的。姐姐大约忘了，在楚国这种事，从来都与我无缘。先生。魏夫人那边又派人催要符节了，说是再见不到符节，她就不得不亲自上门了。这个义渠王简直是蛮横无比，他竟然狮子大开口，问我讨要500车粮草来换取符节。500车粮草，这得多大动静啊！所以我一直没有答应他。这样，你马上再去找一次义渠王，你转告他，就说我情愿拿珠宝钱财来折换成他想要的粮草，让他即刻把符节给我还回来。是。小冉去哪儿了？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。是啊，我也奇怪呢，早上用完早膳就一溜烟的没影了，不知又到哪儿淘气去了。这个孩子。夫人，大王来了。大王。好了，不必多礼。寡人知道你不谈奢华，但看你这日常陈设，未免过于简朴了。大王恕罪，容芈月一些时间学会铺张。大王，司马将军他们来了。好，让他们进来。是。大王。小冉，姐姐，姐姐，司马将军，这孩子怎么样？这孩子龙精虎猛，是个习武从军的好胚子啊。寡人有意将魏冉交与司马将军，带到军中亲自调教。
你觉得如何？姐姐，小冉从小志向就是奔赴沙场建立军功，大王亲赐小冉良机和这身盔甲，姐姐切不可阻拦。可你年纪还小呢。谁说的？我都和你差不多高了，我已经是男子汉了。沙场的确凶险，刀枪无眼，这么小的孩子交与臣带他从军，芈月是要慎重。臣妾庇护得了他一时，庇护不了他一世。他身为男儿身，当早日自立自强，建功立业。大王深谋远虑，请司马将军收下他。芈月，快快请起。好了，起来吧。芈月既然信任司马错，我定不辱使命。小公子，你这么小小的年纪就去从军，就真的不怕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我已经长大成人了，能够为姐姐和魁姑出头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就这么定了。两个月后，萧然随司马错离开咸阳，你们为他准备行装吧。谢大王厚爱，谢司马将军照应。都是马字，这是赵国的马，魏国的马，这是我们秦国的马。真的，果然每个国家的马字都不一样。光这个马字，七国就各有不同的写法。想要征服列国，争土地容易，征服人心却因为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的种种障碍难。也未必，大王看，韩、赵、魏是不同国家，可他们的文字却很相似。韩、赵、魏原来同属三晋，自然共用晋国文字。后来三家分晋，他们有意把文字做出种种区分，所以这三国文字虽然相似，却也不同。西周之后，诸侯分裂割据，攻城略地，自建障碍，造成了交通、文字、货币、度量衡的不同，为难了别人，也为难了自己。那年王后嫁入秦国，半路病倒，我在药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认识楚国文字的人，却因为度量衡不一致，他不肯卖药给我。他也两难，不卖给你是误事，卖给你可能就是害命。不要说国与国之间，寡人这些年来在秦国的属地，统一文字，统一度量衡，都一直进行得很艰辛。听说那些被楚国并吞的小国，刚开始也都是文字语言不同，并入楚国之后却被迫使用同一种文字，刚开始人们也很抗拒，后来渐渐习惯，竟也觉出种种好处，所以只要统一了疆土，再想统一文字，统一度量衡，也不过是岁月光阴的事情。习俗一致了，人心自然顺服。这是寡人的志向。芈月，你可愿意陪寡人完成这个抱负？嗯，我愿意。